啊，这个是侧屋电眼，侧屋电眼，这个是圆点传感器，是一个接近开关。那，当我转动腹部电机的情况下，这个接近开关感应到这个螺帽，它会有个信号。那螺帽和接近开关的这个距离啊，螺帽顶边和接近开关的距离是一个毫米，啊，一个毫米。当你更换这个字距和这个字距情况下，那你更换那个螺母安装的时候就要注意了，那要保证这个螺。这个接近开关和这个螺，这个螺，呃，这个螺螺螺，呃，螺帽，这个距离是一个毫米，啊。侧屋电眼距离产品，侧屋电眼距离产品。侧屋电眼距离产品是，是这个七毫米到十毫米，七毫米到十毫米，那时候我们是出一张标，我们把它切换到自动，出一张标。出这样的照片，我们放产品上去。好，我们把产品取下来。取下来，如果说这个标签向下跑的话，就是如果说标签这个位置有偏位的情况下，我们去调整这两个螺丝啊。调整这两个放松，把整个那个产品左右移动，来调整那个标签在产品的位置。